接受不了，然后就是说这个人也是老师，他说其实他也很正常，他也帮过你。我说没问题，我说既然我没有反对他做这个事情，他有权利做这个事情。我说既然他选择 defy 的 competitor 为什么要做别的事情 defy 他说 that's my personal opinion I have not he can do anything he wants to do with it 不能结尾这是我告诉他。